4月11号，有微博网友爆料称，偶遇 TFBOYS 王源因为感冒去做了针灸治疗，心疼，要注意身体啊！还配上2张王源做中医艾灸治疗的照片，照片中的他看似有些精神不振，趴在床上做艾灸辅助治疗。网友看后也是心疼不已，你的小小身体超强负荷，用最精彩的表现呈现给大家，谁会想到你在背后努力了多久？小袁辛苦了，你最棒，你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，你承受的痛苦最后都会成就你坚强的内心。不过也有理智的网友安慰粉丝道，这个是胸艾条，看穴位是大椎穴，应该是辅助治疗流感风寒，源哥大写的棒，很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甜品们别太担心了，大家都祝福宝宝提高满分。自 TFBOYS 出道以来，火爆人气迅速飙升，各种片约、综艺秀、广告接到手软，这工作强度自然也是有增无减。在此小编还是提醒袁宝宝要多注意休息，也该适当给自己放放假啦。